真的有吗？有的。可能就是因为跑步吧。然后哦，对，我已经不吃淀粉好多天了。我九天。应该有一个礼拜，快一个礼拜还没快了，应该有四五天吧，三四天、四五天。忍得住吗？OK， 其实 OK。那最痛苦是什么时候？第二天吧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甜食，那淀粉也是糖分嘛，甜食也是糖类的，所以刚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很容易累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二天、第三天的手都握不太住，没有力量。对。那是有几公斤啊？没有，不是，其实公斤数没有掉很多，一公斤、两公斤而已。看起来差很多。再给我一阵子。还有要努力的目标吗？当然。目标是怎样？我现在比较希望是身，就是状态好了，表演起来是可以很轻松的，最好。没有想过可以达到几块肌啊？六块肌应该不会是这几个月的事情吧？那可能要好一阵子，但是希望能瘦就瘦了。为什么突然想要就是减肥？没有减肥啊，就是。让自己的体力变更好嘛，所以我每天开始跑步，然后就是饮食控制一点，不要那么乱吃。前一阵子因为比较自由，真的被家人全部内环有限吗？就自己都看不过去。身边的人有说什么吗？就开始好像真的有变胖的样子。那霹雳姐有说你变很胖吗？她好像还好啦。这阵子啊，是好朋友回归，好像有被网友骂的比较惨。真的吗？我没有发现哎、欸，网友不是一直都很喜欢骂吗？这个我觉得还好，网友都一直爱骂啊，就是不要太去注意一些负面的吧，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人是很容易被负面的东西给吸引的。但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好的事情，很美好的事情。那我自己常常也会因为某些事情或是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，好像今天有一个人骂我，我就一直 focus 这些，可是其实也有还有很多其他喜欢我、支持我的人。我觉得转念吧，对啊。所以他也没有跟你就是说一下这件事情，或者是他出道比我还久，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啊，对。也没有两个说要约去一起拜拜，因为感觉我跟你讲，拜拜，大家都各忙各的，但是祝福他了。我觉得网友的东西不要听太多啊。前一阵好像是每次都被网友爆料，就跟那个网友出来说。网友什么都爆料啊，就是我干嘛什么网友都有得讲，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网络世界大家都随便讲大家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不会注意太多这个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